陈乔恩解锁理想型男友，夸赞 Alan 是宝藏男孩。理想型，腼腆，内向，看起来功课要很好。我喜欢就是我们本期的男主人公 Alan， 他是符合你心中的标准。我觉得他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的这个节目，让我觉得说，其实有些人你要去慢慢挖掘，对，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宝藏的人。便利贴女孩在线教学男友，遇到前任打招呼要拒绝。和女朋友约会遇到前任打招呼该怎么办？就是如果是你的前任的话，我想说打个。啊，这个好像说的是男生，哦，那不行啊，就是一定要走过去，眼睛都没看他一眼那种，以为是路人甲，这样是最好的。11月4号上午10点，甜蜜的任务带你了解恋爱中的陈乔恩。